伊丽莎白八岁起，在柯基的陪伴下度过八十多年快乐时光。女王的一生养过三十多条柯基犬，最多的时候同时养十三只。柯基犬是她与父母的纽带，象征着幼年时无忧无虑的时光。柯基犬是英国女王最信任的心腹，皇家御厨会用银器盛上女王为每个毛孩设计的专属精美食物。2012伦敦奥运会开场片《柯基和女王》及007邦德扮演者一起出镜。一些非正式会晤少不了柯基的身影。日常随女王坐飞机出行的柯基，狗是他的初恋，也是他最后的眷恋。